最后一位出场的是坐姿戴帽娃娃，他的身高呢是26厘米，他的身体很强壮，采用的是优质的糖胶，身体灵活，擅长用手抓起摇铃并晃动，十分的可爱。下面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操作方法。先脱掉衣服，我们用螺丝刀把螺丝拧开，放入3节5号电池，把电池安装完毕。这样就可以发挥娃娃最擅长的地方了，他会用手抓起摇铃并且晃动，十分的可爱。所有娃娃家族的成员都是通过 CE 欧盟认证，填充了优质的泡泡棉，保证和小朋友们玩耍时安全可靠。有了它们，相信宝宝们会健康快乐的成长。